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Ora Studio， 我是阿谦 Kuluku， 今天要为各位带来这一张解谜地图，叫做失落空乐园。然后呢，旁边有一位奇怪的人，他看着地板，他叫做两个三角形，跟大家打声招呼吧。耶、yeah, ，我是菱形，我两个三角形，我是菱形，就是两个三角形。话说你把地图说错了。真的吗？空岛失乐园。空岛失乐，我刚刚说什么？你说失乐园的空岛还是什么？失乐园空岛。好了好了，可以啦。不管，我不要，我要看剧情一。好。我看吗？好，都给我看。好，都给你看。那2000元给你。耶、yeah。看我对你超好。好，剧情一。Yeah。 阿谦领钱。剧情一，记得在小时候，我和我的亲人曾经到过一个叫做空岛乐园的地方。如今这个乐园已经荒废了。嗯，丢2000块。但那亲人如今病重，他想找回一些乐园中失去的东西，但连他都不知道是什么。为什么要我找？看着这个乐园，他真是病到疯了，居然要我这样做。你居然这样说你的亲人，我的好友，是这好乱哦。他要找我找他，怎么他都不知。他要我找什么，他都不知。我要如何找？根本不可能。哎，好多人在说话啊！这本剧情，它里面是很多人在说话啦。哦，对，那你就跟这样，所以有很多人就对。对，好，我们向乐园走近。他就说，四肢说我要更用心的去找这个东西，找什么东西？找什么东西？失去了东西，找回失去的东西，在这个乐园里面，亲人，我们失去了什么东西？好，对，我们丢了亲人，丢了亲人，感觉很痛啊。规则就是不可以作弊，不可以尝试离开。和平模式，亮度随意，玩得开心。好，我看一下是不是和平模式哈。好、啊，对，没错，很和平。耶、yeah。最重要的规则还有一点没有补充，绝对不要在这个乐园发挥我的跑酷技术。好，意思就是不能跑酷。哦，感觉是可以跳出去啊、哦。我，奔跑酷。奔跑酷，好下来好了。那个，请勿翻越栅栏。请勿翻越栅栏，你这里有字哎。买票。买票。你几岁啊？三岁。三岁100元。我10岁，我十岁。十岁也是100啊。好。你要给我，你把剩下1900要还我。那所以直接丢进去吗？哦，没有了没有了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剧情二，这边有剧情二。我没有带零钱，只有2000元啊。这要两个人念哎，那我来装一下好了、啊，因为你也看不到。嗯。我没有带零钱，只有2000元。然后林晴就说：“你装有钱，不过我不会帮你付钱的，你就付那2000元吧。这机器是不会找钱的，它里面叫做四肢啦，你就是林晴啦。”哦，好。然后我就对着林晴说：“你去死吧。”啊！什么？真的好凶哦！这个人怎么那么凶？好了，你要丢2000，所以你要叫我进去。那我一起进去啊！你也一起进去。你要一起进去？没没没没！2000元直接丢进去吗？对啊。然后不会找钱哦？不会找啊，很烂哎、欸！哇塞！哇塞！哇塞！他们2000元就这样喷了。2000元。2000元，他说取票口袋里面是吗？他有东西吗？他，你有看他滚？请稍等。哇！哇！好可爱，好可爱。等一下、哦，多一点。好、欸，拿到了，拿到了，大门钥匙。你拿另外一个。好多好多，钥匙。我走另外一边。那是有差啊、哦。就一起嘛。哎、欸，这里有剧情三，剧情三，我来念一下。剧情三，这个乐园还是没有变过啊。我这么说，荒废了当然没有变啊。林晴说，你的语气好讨厌，哈哈，够你讨厌。然后这两个人就在吵架。然后他说，林晴是一个有公主病的女生。什么？他有时候说话真的好讨厌，对。好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你这是里面的啊？带着我走，快点。为什么我要带着你走？走。走去哪？走，不知道。到处晃。我们小手牵小手，都是小手牵小手。这里有床哎、欸，哎，居然这么刚好。你先睡一下，哎、欸，他叫我们先睡一下，好了。那好啊。睡啦。睡觉。睡，起来了。欸哦，哎、欸，我怎么卡在这？好，我看一下剧情四哈。啊，剧情四，找到一条钥匙了，那就去客户服务部看看吧。虽然林晴有时候很讨厌，但蛇有时候也很可爱的，是这样吗？谢谢。好，我们有相连服务梦钥匙跟弥漫客户服务部钥匙，给你啦。都给我吗？对，都给你。啊，后面有很多东西。好多鸡腿哦，鱼。要拿吗？不要。可是它有轻盈跟防爆，还有强力呢。那个很猛吗？
哦，好像很猛啊！看下面那个鸡肉跟面包。鸡肉跟面包。对啊，肯德基。肯德基哪里？他写说肯德基跟又松又软的面包，你就这样拿走一个。可是我也不能吃啊，也没用啊。好，我肚子不饿。好，走吧。你刚刚，对，你刚刚都吃过东西了。对啊，你看哦，你对着这个床放在上面，他会告诉你这是 K 支管休息室。真的哎，帅哇！哇，这边是什么？休息室。L 支管交通总站。交通总站。总站。哦，这什么？过山车，旋转木马。哦，是会直接传送过去的意思哦。是吗？因为他说过山车、旋转木马跟摩天轮应该是那个吧，游乐设施。好刺激哦！这样旁边有酒店、鬼屋、厕所、纪念品店。哇、哦，厕所还是用传送的。哦，那你在上厕所的时候，我要传送过去看。不对，城堡，这还有城堡跟客厅，怎么办？好难抉择哦。啊，我们要不要先把这边外面看一下、啊？好啊。嗯，还是说其实是什么？相连浮世梦。相连浮世梦。对，是这个。对，放啊。相连浮世梦。对，这里有个箱子。那有一个箱子。剧情七耶，这是剧情七耶。啊，是七哦。对啊，不能看。那我们先出去吗？第二页是哪？不是那。那我们去另外一间，应该就是什么弥漫客服务部。在这边吗？对。对，好。然后看一下、啊。没有箱。剧情五 ，OK， 在这里。剧情五拿到了。好。这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东西，不如上楼看看吧。林行说。上楼六，你怎么突然停下来？你走、啊。没有，我想说等你啊。没有，在你后面。超贴心。这边有东西。哎呦，超贴心。剧情六。箱子。这人应该、你说什么？没有，我看到这个地图吗？啊，这人应该会有什么类似失物认领的中心，可是这什么都没有啊，菱形桌。如果有，还需要来我来找吗？有的话，十年前就找到了。嗯，对啊，所以就是要找。请问你有什么失物招领的东西需要吗？什么东西？掉了两个三角形。啊，在这里。要下去了，你该下去了。下不去。这里，好想跳过去哦。跳不过去啊。好想要跳过去哦，可恶。好动的小孩，这是不是另外一间啊？对啊。哎、欸，相通的、哦。群六哦，所以过来这边变剧情七啦哦，在这里啦，哇、哦、哇，刚刚差点走错啦。我要拿那个回转木马，回转旋转木马钥匙吗？回旋转木马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你人在哪里？箱子这里啊。你在哪里？箱子，不见了。你在我在刚刚那个地方。哦、我要念剧情啦，念，我先念剧情。好，这件衣服好美丽啊，林行说，帮帮手找吧，我说。就找到一条钥匙了，我找到了。然后林行很生气的说：“看衣服也不行吗？”然后呢，我说：“走吧。”然后林行说：“去哪儿？”然后我说：“玩啊。”好累哦。林行说：“真的吗？好啊。”你看林行真是贪玩，我贪玩的小孩。游乐园就是要来玩的、啊。还有这边，你看这个钥匙，可以啊。回转旋转木马钥匙，拿你拿钥匙给你拿。好。他旁边说什么？对不起，第二页的是哪，不是哪。哦，对他打错字了，好贴心啊！对他打错字，可以go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哪？他说回转旋转木马，所以我们要去那个吗？回转旋转木马。刚刚不是有一个那个？我想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？传送门。哦，对，我看一下这里是什么？摩天轮。哦，然后这中间是什么？机动游戏区啊，对了，我们不用走这边，我们去传送门那边。啊，这用走的应该也会到，然后那边应该可以直接传送。我们都是肥宅，所以要肥宅，所以要我不是，我不是，这是旋转木马是不是？这个吗？那我们就过去了。哇，哦，看一下，哦啊，哎，这个吗？对，放钥匙。回转旋转木马。为什么叫回转旋转木马？不知道。回转是寿司。寿司回转寿司，好滑哦！我上来了，好滑。哎、欸，有箱子，哪里？那边。你在哪里？我看，来救过。来救过。这边吧，你要从这边点。哎，我好猛哦！嗯，到了，剧情八。剧情八。念一下哈，
这个游乐设施已经不会再动了。记得以前我和亲人玩的时候，我总是害怕被马甩下来。现在呢，我只能一笑置之。你看，我找到矿车啦，是有多快？对吧？我手上拿着拿着菱形给我的矿车，不如去玩过山车吧。我要拿着矿车，好。游玩云霄飞车必备的矿车啊，这里就这样而已、啊。所以我们要再去云霄飞车呢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要跑酷了。谢谢大家。阿倩，等我，你要怎么？我在跑酷。哦，你在玩旋转木马车。你在哪？你出去了、哦。我在你后面。哦，哎呀，好像有点痛，重伤了。我们要说什么？云霄飞车。云霄飞车，我们出来了。这怎么？机动游戏区。那、我们回去好了，我们回去踩那个好了。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哪里，我怕我们找太久。整个就是大迷路。是，你是肥宅，你都不走路。你才肥宅，你冲那么快。过山车。啊。钥匙在你那对。对。如果没有矿车，请勿使用此游玩游乐设施。我去。哦，好，你去，我在旁边看着你玩。好，你要。我看你玩，看你玩过山车。好爽，好爽哦！太刺激啦！哇哦！还有断轨，哇！断轨，哇！太强了，哇！真的好玩吗？刺激吗？好刺激、哎！我看你掉下来，好猛哦！那怎么弄的？好猛哦！太神了！我也要玩。你要玩好？等一下换我玩。给我十万块，我给你玩。我把2000块投下去呢。对啊。他到哪里去啊？哦，你掉下去了。哇，这个飞跃云霄车好像真的十分的刺激啊！什么是飞跃云霄车？它上面写的、飞跃云霄车。飞跃云霄车，你的确好像飞跃了很多次啊！看，还没到好远哦，还长。你刚刚好像还有那个音阶盒，等，哇，你下来了。还没到。我到了。哦，那边是出口是不是？对啊，嗨，嗨，我回来了，跳不掉，好，跳掉了，我拿到一个了啦，幸福摩天轮钥匙，来给你搭一次，好，你有什么困难？我有很多困难，来，先搭，上吧，我先走了，拜喽，不要，等一下啦，让我玩，哇，他做的很用心哎！哇，超棒！哇，刚刚什么东西？各种断轨啊！哇，这比 G5 还要刺激啊！这比 G5 还刺激吗？真的吗？哇，他好酷哦！他一直上上下下的，哇，上去了！哇，还有岩浆！岩浆，你怎么没被烧死？你刚刚怎么没被烧死？我这么帅，怎么会被烧死？那我这么可爱，怎么可能会被烧死？哇，还有雪人区。对啊，你等下怎么没回来的？好酷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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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这边听得到。哇，这个云霄飞车好久啊！哇，到了，好了，耶！怎么起来？淹水！把它打掉，把它打掉。好。我手上有一个幸福摩天轮的钥匙。好 ，Go！ 我现在是从这边出来。对，我们要去幸福摩天轮。会不会就这个嘛？这个吗？请在这一条线上排队。我看一下，没有，它应该会有一个牌子吧？等一下哦。对，这就是这里。就这里吗？幸福摩天轮。好像又是只能一个人打哦，没有，可以一起。来啊！吗？一二三。我刚怎么了？我刚好像没有进去。我进来了。它可以按，然后会一直传送。这个摩天轮有点痛，有点痛。嗨，我要看外面有什么东西，结果好像都什么都没发现。好，你按。你下面有箱子。等一下，这样有点挤。等一下，要有一个人先走。好，我先走。我没办法敲。会敲。我敲不了。等一下，你按得了吗？我只能打你。好，我敲到了。你捡。好。剧情石跟红红梦城堡钥匙。我们先出来好了。我找你。还没。
干嘛？哎，干嘛？你干嘛？我没有。林英子，你干嘛？你赶快点，走开！我已经在闪了。这有点挤啊，这个摩天轮。啊！真的一次只能一个人游玩，我懂他的明白了。完蛋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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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蛋了！哦，都是你的错。我的错，啊、我刚不讲就没发现箱子。对不起。可是出不去又卡关了，我把你打死好了。可是不行，等一下，这个先给你。有吗？有吗？红红梦城堡、啊。等一下，剧情还没讲到。啊，然后这个云霄飞车的车也给你，好，遗物啊，你可以对、欸，你可以打我了，好，哎、欸，可是我们是和平打死吗？你有扣血吗？有，现在三扣三格，四，因为他要回血，他要回血，可恶，快一点，不要逼我直接拿出一把刀啊，两个小白痴就这样卡在这里，等一下，你边打我，我试试看能不能点。啊、快！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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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好、啊，继续，加油，加油！哎、欸，回血，回血！嗯，剩三格血，那、四格。哦，好累哦，滑鼠坏了。不，为什么没办法点？点？因为太急了啦，太急了，因为它只有一格的空间。你要死了！剩两格，剩两格，对，加油！再，你要死了没？再一格，有，再一个，好，用剧情救。欸、你的死法很特别，用剧情九杀死我，被剧情九杀死了。哇塞！那我你先念剧情，我先传你。啊，你不用传我、啊，你要先传我吗？对，好，哦、你传我过来啊。剧情十，我站在乐园的最高点，看着这个乐园，这风景真是美丽啊！忽然我看到远方的木屋。对了，我和亲人以前也在那边待过一晚，他的东西会不会就在那里？可是那儿好像被锁了。木屋，我们要去找木屋。好。那我们现在手上有红红梦城堡钥匙，耶、！那我们要去红红梦，哎、欸，红红梦，红红梦城堡，我去看一下梦城堡传送点有没有。